大嘅優點同埋缺點係乜嘢？好節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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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講啊？節節好節節。Hello Man Club 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Rainy 嘅新郎。唔知要著咩色衫嘅時候，你會揀咩？黑色。最想擁有嘅五樣嘢係乜嘢？五樣，一樣就得啦。一樣啦。錢。呢個機會你去世界任何一個地方，你會去邊度？冰島。自己最大嘅優點同埋缺點係乜嘢？好節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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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点讲啊？直接，好直接。缺点咧？一样。咁你如果唔做人类嘅话，你想做乜嘢？狗。狗点同狗？我中意狗。喺你生活入边最唔可以缺少嘅嘢系乜嘢？我妈妈。如果听日就世界末日，你有咩打算咧？吓？有咩打算？食嘢，同妈妈同我嘅。我的狗一起好好好好在屋企。自己作品入面最中意边首歌？哇！快问快答。睇到啊，全部。全部中意快歌定慢歌？慢歌。自己的怪癖系乜嘢？暴饮暴食，怎么讲？暴饮暴食，由细到大最做过最鱼嘅嘢系乜嘢？鱼系咩？最害羞？最害羞吗？糗事啊？有一次我拍戏咧，我去厕所，我上完厕所之后出嚟，我块裙系我嘅底裤里边。五年。同你最熟的香港歌手是哪个？阿 sa。上次香港巡回演唱的时候唱了什么歌？上次香港演唱会唱了什么歌？好多啊。特登唱的学香港。哦，香港歌，幸福无天伦，我忘记歌名了。祖儿那首叫什么？啊，喺铁街，祖儿那首呢？ I can fly, I'm see you in the sky。哦，我的骄傲。好，今次演唱会会特别唱咩歌？唔讲得。秘密。系。演唱会会唔会跳国标舞？唔讲得。全部都唔讲得。中意跳咩舞？妈妈都系学，中意跳咩舞？跳舞都 OK 嘅。会唔会有香港歌手做嘉宾？唔讲得。太神秘啦，实在。有冇人会嚟香港？唔会。2018年2月24日是什么日子？杨丞琳青春住了岁的演唱会。不是我生日。还有你生日。恭喜生日快乐。自己买。你会不会唱 Fall in Love 的歌？秘密。秘密不说得。青春住了岁。住了我的粉丝我的 fans。好，讲一句宣传一下香港演唱会。好好看，快点买票。